韩国国民女神全智贤、台湾演员吴康仁、冯德伦、何超仪、徐浩莹、周汶琪等近日出席于香港中环举行的时装品牌活动。何超仪当年因不想老公陈子聪病情曝光，却被闺蜜徐浩莹分享合照到社交网，此后两姊妹没再联络。这夜二人在同场出席活动，何超仪受访时被问到多久没见过徐浩莹时，坦言一会儿要过去抱她，真是很久没见。何超仪更指徐浩莹有关心陈子聪，很担心他的身体。何超仪并透露，老公于本月29号飞美国求医一个月，所以他只停工一个月。12月2日返港出席音乐节，老公都会回来，同进同出。吴康仁和冯德伦两位帅哥也难得同框。吴康仁用粤语接受采访，表示自己很喜欢杜琪峰导演。冯德伦现场邀请他拍戏，吴康仁说自己很便宜的。全智贤身穿紫黑色雪纺透视长裙，闪现活动7分钟。他优雅淡定经常，既引起粉丝尖叫，有粉丝以韩文大叫他的名字，全智贤挥手微笑拍照。41岁的他气质满满，但也有人说全女神瘦了很多，有种刘雯大表姐即视感，你觉得呢？